们播放一段李汪洋妹夫赵宝珠的视频。Okay, next we will play a video clip from李汪洋's brother-in-law 赵宝珠。尊敬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汪洋的妹夫赵宝珠。非常感谢组委会今天在李汪洋遇害六周年的忌日，为他举行说相落成节目。再次感谢艺术家陈立民先生和的辛勤劳作及各位朋友的资助。最后感谢一直以来关心关注支持的海内外及香港的朋友，再次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下面我们进行李汪洋雕塑的揭幕仪式，有请下面几位嘉宾到前面来。吴建民，吴建民老师，请您也来吧。王军涛先生，方正，盛雪女士，李伟东先生，任松林先生，韦石先生，金秀红女士，陈闯闯先生，朱莉小姐，范金宇先生，李元先生， Lisa King, Isis Fontante, Clarissa Law, Michael Clint, Michael Henderson, Isaka Louis, please come to forward.也到前面来，袁建斌先生。小心在这里啊！